中文版連續三期搶先報導，三級片開放以來最最大膽的一部《麥當雄》第一部三級奇片《玉蒲團之偷情寶鑑》，奇人奇具未央生。唔系啊，其实得咁多，执真到离奇，用嚟撩牙就啱啦。一百日后，未央生又平平无奇，变为擎天一柱。一定系假人嚟嘅，冇可能嘅。妓女医师叶子薇。咁我就教你一种取阴补阳嘅绝技，可以令到啲不举嘅男人起死回生，重振雄风。咁你就会成为京师嘅第一名妓啦。叶子薇卫冕成功，破戒露亮点。日本三级镭射影后川上丽奈，精于研究盛事，集古往今来性游戏之大成，一个月功夫就把同晓截住的男子汉弄到百病缠身。周宏的第一次全裸奉献，嘉禾公司、麦当雄公司继跛豪后再度携手。投资2000万，裸女动员100人，玉蒲团之偷情宝鉴。根据电影条例，本预告片必须为2级片尺度，精彩3级镜头未能插入，仅此止。